那个，我们会特别好。那至于这个正中新村，我们还是要看那个跟村文化部的进度，那是慢慢弄。无计规个拢文化景观嘞。对，但是他们有讲，假如说我们南河津又是人住多，是不是那些人可以住到那边去？对啦，即卖二零，那你可能爱等于解决啊，无吼，无厂商。那个西装哈，我们觉得是尊重。这都问题啦，你我拢无问题，我家己都啊穿安尼啊。即卖是有可能那遐歹话是无？是无？你唔该惹着了嘛？是啊。好，我们继续开会。好，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哦，对不起，请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请许玉仁委员咨询，谢谢。我们请科技部杨部长。哎，杨部长。OK， 徐委员好。哎，部长好，主席好，各位立委同仁前辈，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哈。我想今天来关心科技部将来要在台湾推动这个产业还有科技政策这个部分啦。那刚刚也详细的阅读部长您的报告，那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走进到立法院，我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啊。那对于这些政府想做的东西，我想我们是给予期待。那我想今天就特别政府有这个五大的产业政策，那我就特别讲这个亚洲矽谷，因为我对亚洲矽谷这个部分我特别有一些建议想跟部长去分享。我们看到这个是日前这个我们林权院长到桃园去看这个亚洲矽谷的这块预定地啦齁。那我是想问部长说，您觉得一个这样的基地成功的要件是什么？你觉得去看一个地，然后再开始来去破土，然后新建这个建筑物，然后去弄这些东西，你觉得台湾目前新创领域里面缺的是空间吗？请部长回答。空间当然不是主要的问题了，还是人才嘛，对不对？所以部长你也觉得人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把国际的人才吸引到台湾来，然后把台湾的人才跟国际的交流嘛。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亚洲矽谷的规划，看到第一步就是说去桃园找一块地，然后这块地要开发，然后 又要搞好像是盖很多个建筑物，然后去弄一个类似像育成的基地。哦，那这个育成的基地其实在台湾已经做好几年了，那其实问题蛮多的啊。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您也是从学界出来的，中山大学也有做育成基地，你自己评估台湾在做育成新创的这个政策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当然现在气氛，社会气氛是不错了，那个鼓励年轻人有这个新创，或是年轻人跟大学在大学里面跟或是不管是大学教授或者学生之间有好的这个idea 哈，想办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气氛我觉得现在渐渐有起来。但是目前的机制就是社会上帮他忙的这个机制还是不够的了哈，不管是他的这个比如租一块地，或不租块地，就是租个空间，那
之后的所有的去，譬如说像我们学生，我们大学里面要怎么帮学生这个情形，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资金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创业的那个成立公司啊，或是他的财务怎么去规划。下一页哈，我跟部长来去表达我的担忧了哈，我觉得我担心亚洲矽谷会变成亚洲蚊子馆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政府在搞创新，不是在搞空间，不是在盖很多栋的建筑物，然后说大家来这边进驻。各位看看，现在台湾开始推动创新了，全国有130所这个新创育成哦，然后86年到105年合计补助125所，光空间的出租率啊，目前有201个空间，实际出租数只有33个，这是最新的数字，出租率只有非常非常悲惨的 16.42。那我请问一下，这些亚洲矽谷，你去那边盖了很多栋建筑物之后，好，给你盖两年好了，盖完之后呢？那我们是不是又看到这些东西又没有人要租了？所以问题是什么？我说这个刚才人才好才是重点嘛，哈，假如说有好的人才，才会有这个新的 idea 出现，才有可能去做新创事业嘛。这个也是未来为什么说我们科学园区哈，因为还是有地嘛，哈，没有完全用光嘛。所以我们希望说科学园区用我们以前的 service， 它好的 idea 就在我们的科学园区那个标准厂房里面就可以做了。好，不一定要在要新创的。部长，我们来谈创新哈。下一页，矽谷啊，之所以成为矽谷，有一个四个重要的条件了哈。资金、技术、人才，还有市场。那这四个条件，你认为我们现在要推亚洲矽谷？这四个条件都到位了吗？然后你评估一下这四个条件，我们的配置是什么？我们资源的配置是什么？让这个四个条件充分具足。今天矽谷会成功，不是因为它是矽谷，而是所有的这些条件成就它成为矽谷。所以我要问的事情是，当我们拿这个名字来作为这个项目的名称亚洲矽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名无实？这四个条件，请问一下是不是到位？当然还没有到位嘛，还没到位，对，就是像市场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不晓得在哪里嘛，那资金听说是不顺畅，人才还是有缺的嘛，那个技术其实我们技术可能散落在某个地方，没有集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洲矽谷这个问题是在国发会，我科技部只是一个，也许是一个配合单位，我们目前不是主导单位。那我想在这个这部分啊，政策部分，我希望跟这个您这边多交流啦，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科技部在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把它做的格局更高，然后做得更好哈。呀，谢谢谢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希望部长也带回去研究，然后就对于这整体的规划上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的一个措施。往下，我们要做亚洲矽谷啊，我刚刚说了，矽谷之所以成为矽谷，是因为它所有的条件具足，成为周边的产业的生态系。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要旱地拔葱，在一个沙漠里面，希望它长出矽谷出来，那这个是多么困难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个亚洲矽谷执行基地的所谓的周边的一个生态系的环境。这个啊，目前我们的概念是要去活化，要去活化它。我很担心欸，因为我们有可能投注了很多的资源进去要活化它，就像我们在盖那些新创空间一样，大家都已经从硬体实体的产业转到虚拟还有数位的经济，我们还在搞空间，我们还在搞土地，这个真的会被变成一个笑话。看矽谷是从 San Jose 圣何西绵延到 Palo Alto 到 Stanford 那边，整个10公里超过500家的公司，1000家的创投，还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和市场。美国东岸，我环绕着哈佛，还有这个 MIT 的 Kendall Square， 这个也超过200-300家的新创公司。请问一下，以科技部的立场，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生态系？我想这是跟您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吸引这个生态系的建立。以科技部最可能连接就是基础研发嘛，哈，那他刚才你刚才讲的那个大学很重要了，所以我看他们规划里面就是把清华、交大跟中央大学哈
规划到类似你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哈佛、MIT 或者是这个 Berkeley 跟 Stanford 一样，类似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希望鼓励，清华、交大跟任何大学啊，几个研究型大学，希望它的研发成果可以跟外界哦，甚至研发成果透过学生或老师一起出来创业，这种机制可以比较活化，就学这个 Stanford 跟 MIT 一样嘛。所以刚才这个早上也有委员讲到，就是说会不会图利，这个或者已经太那个了。我是觉得，要是我们去看看 Stanford 跟 MIT， 他教授跟学生直接到外面开公司或获利的情形是蛮普遍的。我想部长，我们对你有蛮高的期望了哈。那对这些要做的东西，其实我们台湾已经讲很久了。那我希望不要再走错的路，不要再搞土地，不要再盖空间。这是目前做新创的部分最大的问题。大家以为盖一个空间大家就会来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资源的配置把它给做足，真正成就一个生态系，而不是做一个口号。好，谢谢你是这个创业家了哈。要是这某个方面，你应该在各种研讨会，你应该出席，以委员跟专家的身份多讲几句话吧哈。好，谢谢徐委员。好，接下来请陈一鸣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好，我们请那个好杨部长。杨部长，好。好，来，陈委员午安。部长午安啊，大家午安。部长，我想首先呢，就是，是不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哈？以部长现在上任之后，在看这个国卫科技部啊整个的科技预算在整体分配上面，能不能告诉我们啊，就是跟之前的徐觉明部长时代有什么样的不同？在预算分配上，因为我是有很详细的拜读了你今天的这个报告了哈，但是我不晓得你的亮点在哪里了，或者你的整个 perspective 对未来的科技的规划里面有哪些部分你觉得你是跟徐部长不一样的地方？我不敢说他不一样，这是很多延续性的了，我们科技也没有什么蓝绿或者是这个政党轮替。可是小英总统他有很多科技的那个政见是从北到南整个他都有一条边的规划。对，我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台湾这个已经发展了大概真正做研发大概30年的历史了哈。是。这个应该以前就叫练功嘛。对。所以早期应该是所谓的研究哈，对我们科技产业帮忙不是那么多。那是现在哈，这十年来，我相信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研发能量哈，跟以前是不容同日而语。那假如说这个研发能量可以适度的对我们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那我们应该多做一点。好，那也就是说，从基础研发到应用，或是到这个社会的贡献，我们希望多做一点。部长也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嘛，哈，跟那个徐杰明部长是不太一样了哈。因为我之前在问他的时候，他好像比较重视应用科学。好，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预算大概有多少？就是如果是可以分给全国的研究人员申请研究计划的经费大概有多少？一年大概300亿吧，300亿，好，基础研发300亿。那大概我们大学有多少的研究的我们说教授好了哈，教授级的可以申请有多少人？教授大概60000嘛哈，但是真正助理教授到教授大概60000，六万人。所以那我们真正有科技部计划的大概是15000是吧？16000。16000到20000之间。好，20000人，然后要你有300亿给他去申请嘛，对不对？好，20000人有300亿嘛。对。那我问一下，你知道中研院一年的预算有多少？他的科技预算？100亿吧，哈。150亿。那150亿的预算里面，100亿如果是在研究的经费，那他研究人员有多少人？2000是吧？他2000人。所以2000人用100亿，另外一个是20000人。用300亿，是不是？好，所以这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以部长，你现在是主管我们全国的科技预算，好，的一个分配者，好，
所以在规划上面，我想可能必须要请部长以你的高度，虽然你管不到中研院，但是中研院有一些研究员，他们还是会跟你申请，会跟科技部申请研究计划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可是中研院的研究员，他们在他们中研院也有已经有他的研究经费嘛，而且每一个人大概都平均，好，刚刚你也算出来哈，多少人？一千人有到两千人吗？100亿，好，所以其实不管怎样，就他们一定每个人大概平均是有300到400万，而且都有两个全职的工作人员，啊，研究助理。那我今天要跟你，协调的或者说是说明的一部分，就是说同样都是国家栽培出来的研究人员，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在中研院，可是有这样的不同的啊差别待遇，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太恰当了。因为我们当然希望只要是国家栽培出来的人，不管是在国内拿到博士学位，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为国服务，应该不要有差别待遇。中研院的研究员不见得就是比各大学的教授来得好，中研院研究员甚至他不用教书，他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好，那大学的教授甚至还要指导研究生，好，这还有教学的义务。所以本席呢是希望说，是不是有可能至少科技部可以检讨一下，以中研院研究员如果说他们已经有研究经费的话，是不是将来在申请科技部计划的时候，应该是以第二件或第三件，好的这样子优先的顺序来申请，否则这在立足点上其实是不公平的。更不要讲说国内现在，好，这大学的教授申请科技部计划的通过率大概不到一半吧，5%多了哈，有到5%吗？好，不到，好，就是，但是他们平均申请到经费有些很少，欸，大概就20万。每年就20万，中研院是300-400万，各司不太一样了哈，各司不太一样，但平均大概是80-100万，不大的不同了哈。那我今天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希望全国的研究员，他们能够在立足点平等上面，至少他们能够有充足的经费，能够来指导研究生，然后来做他们的研究了哈。所以这一点可能要请科技部能够列入你们的工作的一个目标，好，能够至少能够平衡一下。还有呢，中研院好像也是可以跟科技部申请大型的计划，对不对？国家型的计划。那其实这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中研院自己已经有很多的预算。如果真的要申请，本席是建议是不是应该要并入大学，由大学当主要的主持人，然后中研院的研究员当然是可以配合一起来申请。换句话说，其实大型的研究当然不分中研院或分大学，但是在申请的时候应该是以大学为主来考量来申请，这样子合理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了哈，是，而且这个好像也谈了蛮久了，是，谢谢这个陈委员这个提醒。我们看看我们内部哈，看看想一个好的机制再跟中研沟通，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另外要跟就是部长讨论的就是我们的科学园区的经费了哈。现在全国已经有这么多的科学园区哈，那这么多主要分北中南嘛哈。那北部的话其实有蛮多家了哈，它好新竹科学园区，然后中部好还有一个南部科学园区，可是好像。我们好，下一章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经费哈。以这个经费来讲，总经费104年度下半年哈，可以看到新竹科学园区是1025亿，中部科学园区是1266亿，然后呢南部科学园区就868亿。换句话说，南科呢是显然比中科跟还有新竹科学园区分别少了400亿跟200亿了。可是他们的产出呢？我们看下一张。其实产出的话，其实南科其实产出还不少哈，也已经有到104年度已经715亿，相较于中科只有492亿，跟新竹的话1100亿。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其实而且你看到它的趋势，南科在陆竹跟台南科学园区，它的收入成长其实是在增加的，其他两个都在下降哈，所以。下一章哈，所以我是要跟部长请愿的哈，因为哦，那我们南部这边哈，其实目前哈，其实
因为有中油炼油厂也在高雄嘛，在后进，但现在已经关掉了。那另外就是仁武大社也有石化的这个工业区，2017年也预计要关掉。可是关掉之后，其实很多人就失业了嘛。那失业了之后，如果没有新的园区或者新的安排，其实就造成了我们年轻人的失业的状况了。那因为这些石化跟中油厂的存在，你知道我们南部人平均寿命是比北部人少了2岁，减两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边的空气污染状况就是比较严重，寿命就是比较短。那这不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想要改变。所以我诚恳的建议我们部长，有没有可能在看了这个数据之后，能够在未来的4年里面，好，部长你能够协助南部，不要只有2个园区嘛，好，只有陆竹跟台南，有没有可能还可以再创造第3、第4个园区，而且园区也可以设置在本来污染的这个土地上？那当然这边还有很多的议题可以跟部长再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希望部长能够列入将来在园区规划的时候的一个考量。好，谢谢陈委员对哈，那南部科学园区的重视了。以后有机会哈，我们希望，因为现在营业额是大概7000多亿，你刚才说7000多亿，是，那我们希望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增加就业人口，增加它的营业额，好不好？谢谢部长，谢谢。就是从园区的观点来看，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好，接下来请卢秀燕委员不在，李燕秀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蔡玉宇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在。好，请邱委员咨询。谢谢主席，请杨部长。好，请杨部长。南科陈局长。林局长。啊、哦，林局长，来。OK， 来，邱委员午安。部长。部长辛苦了哈，当然这个科学园区的未来的发展，当然要扣合五大创新产业的规划跟执行哈。那目前不管是竹科、中科、南科啊，目前闲置的土地大概还有多少？来，你是不是南科？不，大概竹科、中科、南科，现在初中的这个科学园区的闲置的土地目前有多少？我们大概科学园区加起来有4000多公顷哈，我们盘点的结果大概有11%到12% 是闲置土地啊，400多公顷，4000多公顷总共。对了，总共有4000多公顷是闲置的，不是四千多公顷是，你说11%。十到十一，大概有400多公顷是闲置的。对对，这闲置绝对不是一两年了哈，这闲置从有科学园区到现在一直是闲置，所以它的这个进驻率一直没办法提升。最高的大概就是竹科了哈，那最差当然是南科了。那南科里面鹿科啊，高雄园区又是进驻率最差的。怎么样去提振这个鹿科的进驻率？大概你要有一定的诱因，你要有一定的机制。不管说有差别费率啦，或者有更多的公共设施啦，让厂商有这个意愿嘛。那你要有这个基础设施之前，你要把这个产业的特性跟鹿科高雄园区的特色把它定位清楚嘛。那我觉得这个部长您出身高雄，因为我想你对鹿科也不陌生，因为你在中山大学当中的校长，也常常到高雄园区啊。哎，对高雄园区未来的规划，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上去看到那个跟别的科学园区最大的特色哈，就以高雄园区来讲哈，那个名称叫做南部科学园区的高雄园区了，应该是这样是吧？确认哈，不是鹿竹科学园区了。对了，这个名称上问题了哈。好，你看那园区啊，你这个那么大本的报告啊，只有一行半，
就一行半来对这个园区做一些个业务报告。这是未来施政方向，表示说以前做的我当然是继续做嘛。那我们假如说有新的你没有提到未来高雄园区要怎么样去规划，它定位是哪些的产业应该进驻，有哪些诱因要引导嘛？你只告诉我说到105年4月底只有有效核准74家厂商，请问这个部长，高雄园区成立多久了？林局长，民国90年开始，90年到现在多久了？已经15年了。15年才74家厂商进驻。对，74家厂商。那目前进驻率是多少？闲置土地有多少？现在土地现在目前还有37.6公顷是闲置的。那比例是多少？79.46%是出租了，所以我们大概还有20%。出租不代表进驻哦。啊，对对对，对，有些甚至进驻率更低，可能不到60%哦。哦，真的设厂跟他租了，但是他不用，他养地而已啊。对，有些没有用满，这是真的。所以就看到很多这个这个那么多的厂商啊，这个需要从这个工业园区提供土地，因为他们也许从东南亚、从其他国家归于返乡，他找不到土地。旁边的本州你也知道，那个林局长你也知道，本州已经没有地了。好，经济部主管的工业这个永安工业区也饱和了，现在就是这个高雄园区还有土地。啊，我一直告诉你们要提振进出率，用很多的方法去吸引或者市场上愿意进驻嘛，但是这个效果一直没有办法提升，所以那不如把这些你一直闲置在那边，你不把这些土地释放出来给一些传统产业去进驻，让它设厂。这个部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讲过哈，就是现在的以前以这个 ICT 为主的那个企业进驻到我们科学园区的，目前我们认为大概也将近饱和，所以假如说科学园区要让进驻率高，可能我们自己内部要有一个办法程序，让那个譬如说你刚才讲有租但是没营运的那种土地，是不是还可以在某一个程序把他们拿回来？已经给你们很多的时间让你们去招商啊，这个请这个业者请厂商愿意进驻嘛，那么有时间过去了还是一样闲置在那边，所以进驻率还是一样那么低，那你不如我给你一个时间，到那个时间之后你就应该把这个土地释放出来给需求强度更大的产业，也许传统产业他找不到地，他找不到地怎么办？他要生产，他就要订单怎么办？他在农地里面去盖工厂了，那这个问题也要解决。我们会我那个书面报告里面有口头报告有讲嘛，我们适度的去看看是不是研修一下我们的这个园区组织条例哈，社管条例啊，让新创产业或者是刚才尤其是最近的那个五大新创产业啊，有机会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园区。因为部长您知道进入科学园区有它的门槛跟产业限制嘛，所以我们要把门槛稍微降低，把产业的这个范围更扩大，对，让更多有资格的厂商愿意。有资格可以进入这个，对，那我们那个方向就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说明年在这时候来跟您请教的时候，我希望这个高雄园区进驻率可以到100%了。我们会努力。我的土地闲置在那边真的很可惜啊。OK。那很多厂商跟我反映说，哎，陆科很多地都没在用，高科很多地都没在用，那我要土地却没有土地。OK。所以变成说产业间的这个不公平，哦。你高科技产业你可以在那边养地租了不盖厂，那传统产业却没有这个找不到地可以设厂，那不是非常不公平吗？哦，你要注意这个地区的特性，比方说高雄冈山鹿竹都是传统扣件嘛，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它需要这个很多的这个土地嘛，那你没有土地提供给它，它根本没有办法生产嘛，所以当然会影响到竞争力。那我请教部长，那对这个高雄园区未来的产业性质定位是哪一种产业？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比较新兴，大概是高阶医疗器材产业嘛，啊，这个是我们目前恐是台湾最大的聚落了啊。那个我们会继续哈，用全国的力量，要是这个北部要是有人设厂，我们也希望到那个地方去了设厂。你要政策上引导了，对对对对，然后
给更多的这些诱因嘛。所以你要把它特色先确定下来，比方说高雄科学园区是哪些五大创新产业，是哪一个五大创新产业其中哪一项要进驻高雄园区。对，目前我们看到除了 原来高那个高阶医疗，我们看到就是力能加上航太产业里面的那个金属扣件发电机零件零组件，对，航太产业的零组件，因为那个配合高雄产业，高雄，所以绿能也有你说的这个高阶的这个医疗器材，包括这个航太的扣件，对，这都是这个有可能在未来在高科形成这个产业聚落。对对，还有我很努力把你们的基础设施把它改善，包括连外的交通，哈，连外交通已经开了很多条路，包括民主路也拓宽了，这保兴路也拓宽了，让这个园区的厂商，你这个上高速公路或者去高雄港更加的方便嘛。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把那个当地可能淹水的问题把它解决，所以那个志宏池我们 也争取很多经费，让这淹水可以解决，而且还有陆竹捷运，高雄这个捷运陆竹延伸线也希望可以拉到这个陆科，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就是改善你们投资环境吧。那你们自己招商，你们自己要拿出积极的作为，让我看到数据啊。我们会努力努力努力。部长，我们都老朋友了，林局长，我们都老朋友了，老朋友还是要这个针对政策，还是要好好的这个严肃的讨论哈。那我对你们两位是有信心的啊。好，努力，还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哈。好，好，谢谢邱委员，好，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姚文智委员，请质询，谢谢。啊，谢谢主席，谢谢。我请部长。好，请杨部长。姚委员午安。部长好，这个大家辛苦了哈，好像只有休息三十分钟哈。我想部长首先跟你恭喜哈。那早上有几位委员的质询，我约略在透过录影也都有看到哈。那您科技部。在新的政府啊，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会啊，那你负担的工作啊非常的重要啊，包括新总统蔡英文总统他所提到的有关于包括像生技产业啊、智慧机械、亚洲矽谷啊，刚刚也有委员提到啊、绿能产业啊，还有一项是什么？国防产业。哦，国防产业应该都跟你有关了、啊。是不是？你觉得跟你有没有关系？大部分啊，大部分，大部分都有关系了啊。所以我想，真的不能说百废待举了啊。但是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然后建立这个可以快速产生效果的机制啊，尤其在创新研发这一块。来变成是我们经济的动能，我想是特别重要哈。那本席注意到你的报告啊，在从第四十一页，你花了好几页的篇幅了啊，四十一页到四十五页啊，有关于政府资通安全的防护方面啊，你花了很多的功夫来说明。当然这里面啊，它有行政院有资通安全汇报，好，那原来我们的资通安全科技中心的设置现在有所变化，那我想立法院的立场无非是希望说，不管是资讯安全的防护管理发展，甚至还有一样很重要，待会我要提的，而且我觉得你的报告稍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化资通安全。资通安全它一方面是作为现在有人说国防第四军种，那有人认为说政府部门我们在整个
这个网络世界、网络大战里面呢，这是如此的重要。好，那我也感觉到你的报告里面，其实有像这么多的篇幅，哈，我相信部长应该也注意到了哈。但是我特别提一下哈，特别提一下，好，这部长清不清楚这几年我们所谓的这个资安软体，啊，资安软体、资安产业，它的发展，部长清楚吗？在全世界里面，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说，这个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方向。刚才委员提出来哈，这个自动安全产业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最近连美国都到我们这边来哈，商务部都提到他们自动安全。我想有一点异曲同工了。对，部长如果有参与这个国防，这个国防产业的发展，你刚刚有提到，好，那国防要发展潜舰，好，要发展我们的这个自制的航太，啊，他其实还有一项，他也希望透过一方面是防卫我们国家，对不对？一方面他也能够带动民间的产业，啊，让国防也产业化，那产业也可以来协助国防。我想资安系统啊，跟科技部有关的，在这一部分，我想这个也很重要了哈，真的也很重要。部长，我再请教你，你知道全世界软体的产业啊？软体的产业，台湾占这整个市场规模多少？你产业比较，软体产业应该是，不是很好。来，我有谁可以帮部长打个 pass？ 啊，软体产业应该是相对我们硬体产业差很多了啊。这大家都不晓得哈。产值多少？那这个应该两千多亿是吧？部长，两千多亿。软体的发展，你觉得应该问谁？问经济部工业局，还是问科技部？算不算科技部的一环？啊，经济部工业局。哎，可是我看你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这里哈，我顺便也介。我这边大概只要讲我们这个治安的问题。我认为哈，我认为其实跟你们还是有点关系了哈，因为整个我们科技的发展，它其实多半哦，当然你的基础。基础科学的研发这很重要，但是最终，好，哦，它很多很多在现实面、在产业面，它还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服务，哦，所用嘛，哦，我想这个整个世界的软体市场啊，哦，在2014年，好，哦，我这边的数字啦，哦，在叫做产业情报研究所，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哦，它的估计。全世界是5478亿，到2017年，啊，是6600亿美金呐，啊，美金呐，啊，哈。那我们台湾呢？台湾真的小得可怜啊。那比起我们的其他的 ICT 的其他的制造业，啊，我们的硬体的产出或者是加工的，或者是封测或者是半导体，啊，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的空间要成长哈，啊。我们这个部分哈，啊，我们这部分产值2014年才678亿。到2017年才777亿，你的心算好不好？你觉得这个占世界的市场规模多少？只有千分之三呐，啊。对，3%，对。好，哦，就千分之三点多在那里打转。好，哦，那事实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其实人才很多。哦，我们经常在世界这个骇客大战里面，哦，好，经常是头角峥嵘，哦，第一名第二名，哦，我其实有一位朋友，哦，我其实特别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我希望资策科技部的同仁大家参考一下了，哦，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Benson，哦，他叫 Benson， 他其实是骇客界非常有名，哦，他现在是资通安全汇报的副研究员，哦，我们政府已经把他网罗，哦，那2011年他开办了一家4个人的公司，哦，申请补助真的是非常困难，哦，当然这几年你们有点改善、哦，有点改善，但他当年穷到什么地步了，哦，他本来很胖了，他穷到都变瘦了，哦，他真的穷到口袋，哦，真的只剩下大概不到1000块，啊，那还要付公司薪水，哦，但是以前过去我们比较僵化的体制，这家公司非常可惜，好，后来他有民间的企业协助他，好，撑下来了，
撑下来以后，这家公司现在，你知道 Benson 现在的身价几亿吗？他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车库啊，另外一个不管是微软或者是脸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好，这样一个创业家的故事啊。那科技部有没有办法跟其他的部门整合，去协助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发展，尤其是软体的方面。好，那这家公司它其实就是资安，好，它就是在是第一个好第一个可以踏入这个叫做主动性防骇客技术啊这样的一家公司啊。好，那它的产值，它现在整个资安软体啊几乎都被以色列啊以色列这样的公司跟我们国家规模差不多啊他们所掌握。好，所以我想啊，这里面当然有国防的思考啊，有整个政府管理的思考，那也有科技发展，那也有整个软体产业啊怎么样运用的思考啊。那我想我们台湾不是没有人才啊，我想这个科技部担任这么样的这个各位的指教，因为很多方面的检讨都认为我们以前太重视这个硬体，软体其实我们应该有机会，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重视，现在治安的关系也有可能的，我们应该多注重了软体的研发，因为有很多不错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天赋。我们刚刚说千分之三，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立个好语？两年后我不敢说，但是从你要不要发下好语？从我们的研究补助那边或者说以后的这个产学合作，我们都这一方面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希望这个治安产业在台湾真的可以蓬勃发展，因为你知道吗？像以色列也是一样，人才跟台湾一样，都是人才为主的，那个 natural resource 很少的国家，其实软体发展是我们真的可以走的一个方向了。因为其实我特别看到你报告没有这一块。OK， 好了。你的资安花了很多篇幅，但是资安产业协助我们软体产业，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才，好，我希望部长。Okay. 这个今天不要求你发好语了，下次质询就要请你了。OK， 谢谢。我觉得目标管理也很重要。OK， 谢谢。目标管理也很重要。好，谢谢。谢谢你的指教。好，谢谢姚委员。谢谢姚委员指教。好，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好。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书面答复者，请于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临时提案，哈。哎，还不够哎。差一个委员，谁？谁在路上？在路上。好，那我们有六个案子，我们先练好了。好，先宣读第一案。第一案，针对国际人类相关研究趋势，将性别纳入重点研究重点之一，以消除性别不平等，并避免性别歧视之错误政策。科技部是我国主管研究之最高机关。其生技医疗国家型科技计划高龄社会需求为导向之科技研究计划或其他涉及人类健康等相关研究应纳入性别分析，请科技部将上述规定纳入研究规范中，以其与国际接轨，并请于三个月内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李立芬，联署人委员吴思涵、何新存。好，再念第二。第二案，根据统计，科技部在自然、工程、生科、人文与科教国合司等各领域的学术补助与专案计划的审查委员选任上，区域严重失衡。北部大学占了全国审查委员人数的62.35%，其他中部为13.41%，南部22.48%，东部只1.75%，显示。科技部在审查委员的选取上对北部过度倾斜，除区域不均，更朝少数学校集中，人文、工程、生科、自然等领域，北部审查委员人数领先的前四间大学，皆占了北部大学的60%以上。而在人文领域方面，此偏斜更为明显，
关北部大学的审查委员就占了全国的 74.57%， 即占了1/4。由于审查委员有关各区学术补助的分配，且各区域的发展特性不同，尤其在人文领域方面区域差别更大，如此侧重北部，对中南部与东部的人文社会研究等研究更为偏废，且审查委员集中在个别学校，难免产生互相帮衬，让资源掌握在少数教授或学者手中，将扩大区域学术资源的差距，加深学术发展的落差。为矫正此不公且不均衡现象，要求科技部在一个月内提出改善计划，并向教育文化委员提出报告，并每年主动公布各项补助审查委员学校来源资讯。提案人委员黄国书、管碧玲、何新存、吴思涵。好，本案。好，我们来处理这个案哈，本案了、啊，第二案了、啊、哈。委员有没有意见？第一案等一下回来再来处理哈。委员没有意见，科技部有没有意见？第二案的那个最后一行字哈，是不是可以提出书面报告？好，并每年主动公布复审委员学校来源资讯，好不好？公布复审委员学校来源资讯。好，文字修正，最后一行嘛，对不对？对，最后一行。主动公布复审委员学校来源资讯。啊，前面是不是提出书面报告就可以？好，并向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可以了，可以了。好，好，本案做文字修正，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修正后通过。好。好，接下来第三案。第三案，科技部国实验太空中心作为国家实验室，除推动卫星业务发展外，亦应考量太空产业应用的潜力，从事前瞻太空科技的研发，朝火箭与卫星并重的研究方向迈进，为台湾在未来太空经济的产业竞争中，在低轨道之微纳米卫星应用领域争取先机，并利用台湾已有的电子代工与精密机械产业技术与量产的优势，创造一个高阶、高门槛、高附加价值的新兴产业。而太空经济的主导关键则在于具备数字发射卫星的火箭载具技术能力。建此，建议对于中科院在后续的合作上，可进一步评估将九鹏基地转型为国家级标准卫星载具与太空火箭发射基地，提供给国内产学研界作为太空科技发展试验的场所，打造国内良好的太空科技研究环境。关于全数之合作与规划，请科技部与中科院于一个月内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连署人委员何新存、吴思瑶。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好，那科技部，我们这边建议哈，就是第二段的，第一行保留，第三行是不是可以略去哈，改成第四行，提供那个地方哈，改成结合国内产学研界，打造国内良好太空科技研究环境与发射场所这样。好，第三行不要。第三行跟第四行的前半段不要。跟前半段不要。哎，九鹏基地那个。对，我们不要写上，不要写。不要写哈。第三段。啊，中科院嘞，中科院。不要脸，哎，我知道，可能比较复杂，那真的。好，了解，很了解。好啊，过来最后第二行，我们是请科技部与中科院这边写一个月，我们是写三，这是请求三个月好了哈、哦，三个月可以了、哎。好，本案委员还没意见，没有意见。哦那个、来，许委员，加那个许志杰跟苏巧慧拢共提了。哦啊，共提好。联署联署哈。联署。好，许志杰委员。以下皆是。苏巧慧委员哈。哦加入联署人、啊，就今天的临时提案都加入联署、啊、好，本案文字修正后通过。好，谢。好，下一案。
第四案，鉴于目前台湾科学园区之开发已经有在通乐园区、宜兰园区、药林园区与南投高等研究园区等项目，国家迄今已投入超过800亿元经费，征用超过1300公顷土地，但却只有10家厂商进驻，时有重新检讨园区之利用转型与招商工作之必要。此外，科技部应具体盘点目前国内科学园区闲置空间，作为未来相关园区发展参考，并在未来新设园区规划中排除农地征用的可能性。针对全市之检讨报告与后续调整规划部分，请科技部一个月内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何新存、吴淑仪。好，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好，共提。这个我想成为共提。好，苏巧慧委员，哈、哦，共同提案人。好。啊，许志杰联署，哈、哦，许志杰联署。好好。好，科技部有没有意见？我们科技部最也建议哦，最后倒数第三行排除农地征用的可能性，是不是把它调整为排除强制征收农地？啊，排除强制征收农地就好，意思就是说，要是有其他的可能要征收的话，也可以排除强制征收。排除强制征收，排除农地强制征收了。啊，排除农地强制征收。啊，好，好，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本案文字修正后通过。好，下一案。第五案，新南向征收是新政府重要的战略、经贸、外交新战略。针对主管科学研究、人才养成、产业创新的科技部，检视新南向政策的科研补助、合作交流相关政策作为上缺乏积极全面的辅助协助协力政策。在人才养成方面，新南向相关研究专案之补助仍是弱势议题。国际交流、国际合作交流部分，优先优秀人才研究能量走出去的政策诱因，不论博士生赴外研究、博士后户外研究或以任务导向型出国研习之龙门计划，也皆是区域失衡，重欧美、轻东协、重东北亚、轻南亚，是故对科技部提出以下要求：一、扩大各项与新南向政策相关国家之专题研究补助案，提高此类补助；二、强化进行与东协主要国家之国际交流补助案；三、将建龙门计划扩大与东协国家卓越知名公私立学术机构研究组织合作；四、上述政策作为应于三个月内提出具体方案向委员会报告。提案人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何新存、黄国书。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那这后面联署后面的就苏巧慧跟许志杰都一起把它念上去。好，联署人加苏巧慧委员、许志杰委员。科技部有没有意见？谢谢，没有意见。谢谢。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二案又。为扩大与东协国家进行产业、外交、经济、经贸合作，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建行科技部应研议访欧盟科研创新合作平台指导委员会模式，积极推动成立次长级以上跨部会南海国际研究中心，提供更多参与东协区域合作之补助方案，并考量与东协国家扩大设置国家联络据点办公室，作为新南向政策相关科技研发人才培育之后。南海国际研究中心之任务定位、组织位阶、跨部会分工、运作方式，请科技部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提出报告。提案人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何先存、黄国书。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科技部有没有意见？没有，谢谢。没有意见。好，苏巧慧、许志杰联署。苏巧慧、许志杰委员加入联署。好，回来第一案。好，刚刚那案子通过哈，现在回来第一案。本案刚刚已宣读完毕哈，那委员有没有意见？提案委员都不在，提案委员都不在，本案不予处理。哎，钟嘉宾有没有？你说第一案吗？第一案刚刚许世杰跟苏巧慧加入联署啊，他们两位加入对加入联署啊，好吧？对对对，那现在钟嘉宾委员说要加入联署，好。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科技部有没有意见？謝謝，没有意见。謝謝。好，本案通过啊，联署人加苏巧慧委员、许志杰委员、钟嘉宾委员。好，谢谢。
那我们总共六个临时提案都已处理完毕，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散会，谢谢各位。休息哦，现在休息，没有，明天还有没有？两天一次会吗？对，3天一次会啊。我们三天没有，我是写一天一次会吧？没有，3天一次会。我写三天一次会啊。休息。只要是国书赵伟的，我都附加的。谢谢。我记得我的案子都是每天一天一次会啊。我这一次是3天一次会。我当时该叫天上。你好，莫先生。对呀。好，谢谢哦 ，OK 哦，乔正志，谢谢。三天，我以为是一天一次会。